是什么快乐？是你的手。对呀、啊。太粗了，不一样。爬在哪里？爬远一点，爬近一点。好，给他点吗？他就不会吃到你头上。他要吃一只。喂到了。要给他吃了。我喂到了。我喂到了。好像给听不到。我现在有点吃了，奶奶。奶奶，我现在请你吃了。我要带你玩去，好不好？